非常的零碎跟破碎。但是这十年来呢，这些老师把这些新闻的事件变成文章之后，全部收编在这里面。这十年来的这个季刊每三个月一期，那等于是说从十年前到现在，然后这些季刊已经有电子书，那也进入到大概有十个大学，大概有九个大学都有这样的一个电子季刊了哈。那也有实体的季刊在各个图书馆啊。那这样的一个电子季刊就是记录台湾的环境运动史啊。那我们现在还有库存的一些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。哦，这一本哈，就是你订一本的话，一年是600块了，但是现在是特价，因为都已经是库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从创刊号到第38期，你的社区的图书馆，你要为他买一套，一本是60块，你自己算一下。或者是你本来就有订，你有缺的几本，你也可以来订。那你跟我们的秘书讲，哦，那或者是你想要把它买齐，然后送到学校的图书馆里面放也可以。那一本是60块，那你就可以来算算看，可以来把它建立在你们图书馆里面。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书，那它会一直一直的做下去啊，一直一直的做下去，因为它有进入到这个电子书的资料库里面。所以呢，我最近也吓一跳啊，因为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哈，它是可以被搜寻到的，就是透过学术论文的期刊索引，它是可以被搜寻到的。所以最近呢，居然还搜到了中国那边的环保人士哈，他要投稿。他们没有平台可以谈这个，所以你要想想看，哦，所以有一个刊物，而且这是一个正式的出版品，它是进入到国家图书馆里面，它不是一般的我们的印的所谓的什么，我们有时候环保团体会印一些社区报啦什么报，它印完就没有了，哦，那你要再去查也查不到，但是它直接印完之后，国家图书馆会收藏的，哦，所以这个在。这个资料库里面都可以查得到，所以可以来作为我们以后年轻人他做环境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。好，那今天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